所以我所能使用的手段也只有一种，那就是向你展示。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星穹铁道流萤翡翠抽取建议》光追仪器推荐，《星穹铁道流萤 V 字全面测评》。虽然我还是星神，抽取建议伤害对比小削弱，流萤很强力的超级破 C 出一个基础很高的分非常简单，但是往上凹分会比较麻烦，下限极高，上限也还算不错，不刚需专武，一切优先二命，太强了。只能说减防换成超击破确实给未来辅助腾空间了。翡翠依旧是零零纯粹的虚构打手，末日也能用来当清杂的人刷一刷，即零零阶段是主虚构副末日的定位，以及优先时候可以三路涉猎，时候加入追击队会出现，无论对面是吃队群的三月团还是木桩血牛杀金，都可以打出相近的成绩。即使匪托相较于真托是削弱了一部分对单的极致爆发，换取了相对全能的能力，明显比流萤弱一些，没啥好说的，但他某种意义上能去的赛道比流萤多，流萤打虚构是真的够呛，21都够呛。二，角色单个分析与操作细节。流萤一仪器内外圈没啥好说的，都快把流萤套鞋脸伤了，搭配为速攻攻扩，副词条优先程度，击破攻击大于等于速度抵抗，速度只有你要凹特殊走的时候才有用，不然真没啥太大意义，副词条带几条就行了。二，光追装五星神米莎四星，星神因为现在新的转模效果反超米莎了，星神甚至在面板上比装五好，相较专武单纯差一伤减速的话，现在真没几个怪吃得住流萤超击破，用不太上。三，操作细节。流萤超击破队伍里你要有一个认知，这个队伍除了软梅其余人员地位是平等互助的，并没有谁比谁高级，谁给谁打后手和追击队很像，是全员皆 C 的阵容，所以加拉赫给流萤消刃，流萤给加拉赫消刃都是一样的，目的都是在合适的时候打出击破进行爆发。流萤队伍里操作细节最多的其实是加拉赫翻西和开大字拉条，以及开一存强化 A 的操作给了掉走很大的可能性，换句话说这个队伍的核心操作细节是控制加拉赫的消刃节奏以契合团队爆发期。四，抽取建议。我列个表，如果答案为是则对应的计分，否则跳过该问题。附属且绝对值越大则说明相对更加不推荐抽取，绝对值趋近于零则为可抽可不抽，看你自己。正属且绝对值越大则说明相对更加推荐抽取。翡翠一仪器外圈个人建议追击套或者量子四，有专武的话更推荐量子，但如果不能确保量子弱即跟着追击队跑那随意。内圈新的或者萨尔索图，个人其实更建议萨尔索图，因为追击队爆伤已经爆了，确保爆击率更重要，翡翠一个群攻 C 还是个只有专武有爆击率的，总不能清杂清到最后发现有几个没爆击留在那里吧。主词条攻爆冲量攻攻爆量，看斩杀线是否关键，大部分时候冲能神更好，强化追击很重要。副词条优先程度，暴击暴伤大于等于攻击，速度大于等于抵抗，追击队有杀金的话抵抗真不算无效，速度没啥用，翡翠自己本体很菜，强的是追击，所以很看附身的人什么魔法猫咪。二，光追专武大月卡拂晓大于等于天才，我的诞生这个没仔细测，但是理论上很强。一，翡翠的机制很刻意的避开了井砖，这拐120爆伤加追击队一堆爆伤爆，导致拂晓爆伤没用，战绩垃圾，不用战绩大招还拿不到梦生，所以真不推荐拂晓。三，操作细节。最近很多人质疑我为啥一给杀金，是这样的，无一命情况下多怪无脑给杀金致死，单怪才会给拖帕，有一命的时候单怪给拖帕，双怪看资源，
三怪级以上，一般建议杀金。如果你能确保对面群怪会被快速清掉，及大部分时间是单怪，那也可以预扑给托帕。而所谓的双怪看资源，其实是心里盘算一下接下来谁的动属资源比较多。杀金面对 AOE 加手里有大招的时候，大于托帕手里有大招的时候杀金，两者皆是的时候，建议掰扯掰扯算一算，以及翡翠进队之后如何不堵车，仗仗的操作难度比挣脱要高，因为你还要算托帕杀金触发的翡翠追击，而且知更鸟充能更难了，开场比真理少一至二次出手还蛮致命的。四，抽取建议，如果答案为是，则对应的计分，否则跳过该问题获取负分。负数解绝对值越大，则说明相对更加不推荐抽取。绝对值趋近于零，则为可抽可不抽，看你自己。正数解绝对值越大，则说明相对更加推荐抽取。总体上，角色定位很明确，预计 V4V5 也就改改数值，整体变化应该不会很大。 2.3 的两位，一个是极高的下线加比较稳定的通解，这个我挺认真的，反正我目前全部都打了一遍，有一种无论面对什么我都会掏出我的 XXXX 的感觉，一套老拳法足够了。一个是严格的自身定位加进队降低 DPR 换取多面性，虽然我觉得专属致死打手应该已经在路上了。这两位我给的评价是都没计，他们都做好了自己该做的事情，也有跨越自己定位的能力。翡翠倍率看着确实挺低的，但是在鸟的拐下奈格追击对单也挺疼，很微妙。先看看 V4 版本的总体调整，然后开始主体内容。本次改动不多，挺少的，多半可能盖棺定论了，由营销了攻击、转魔和回复。下面是敌人抗性提高和仪器效果描述补充。来，以上就是全部的改动，下面开始主体内容，伤害计算和抽取建议，以及 V4 表达出来的意思。首先，这是计算出来的流萤星魂收益、装武收益和精炼收益，大家可以看一眼，三到五命的提升确实有点过于幽默了。计算标准是实战灵替轴，一个大招内两次在线为前提计算的灵替30磁条总伤害吧，左星神陨落，右装武，不看减速，大概是装武的 87% 至 88%， 装武有可能多打出移动超击破。下面开始 V4 攻击、转魔、削弱计算，带砖流萤白值524加476等于1000，在5条副磁条大攻击情况下，总攻击力等于2411，就削弱了32击破。星神流萤白值524加529等于1053，在5条副磁条大攻击情况下，总攻击力等于3194，削弱了48击破。V30 战中流萤击破一般500，带星神的话流萤总伤削弱552除以600等于 0.92， 以装武流萤15磁条击破来算为 513.1， 其中110是同协主提供的，单人装武总伤降低566除以600等于 0.943333， 6% 不到，按照伤害73开，队伍总伤削弱 4%。 最后总结，带砖流萤消了5个击破磁条，星神流萤消了8个击破磁条，带星神流萤总伤掉 8%。 V3 和 V4 流萤击破特攻差距，带砖5白值1000，带星神白值1053，星神特效等于 64% 攻击，攻击衣服 43.2%，攻击球 43.2%， 合计 150.4%， 零磁条大攻击。带星神的面板攻击力等于 2989， 2989 点攻击力，在 V4 转换时等于 95.1% 击破特攻。2989点攻击力在 V3 转换时等于 130% 击破特攻。带砖5攻击力面板等于 2216。2216点攻击力在 V4 转换时等于33百分号加60百分号特效等于 93%， 击破特攻。
2216点攻击力，在 V3 转换时等于60百分号加60百分号特效等于 120%， 击破特攻没有 V3 时装武比星神低 10% 击破特攻，但是多了 24% 一伤正 20% 减速。 V4 时装武比星神低 1.9% 击破特攻，但是多了 24% 一伤正 20% 减速。但是 V4 下削了流萤的整体击破面板，因为因此装武特效的 60% 击破面板含金量相比 V3 上升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受伤的是大攻击磁条的收益，使得大攻击的收益变低了，包括攻击辅助在内。整体来看，定调是小削是没问题的，大削完全不至于。对于抽装武的来说，基本没有影响，或者说影响更小了，因为攻击力磁条收益比起 V3 更低了。装武削 5% 星神更多，攻击磁条收益大降，毕业难度增加。以上结束，流萤已经基本定型，浅谈一下抽取思路。同血组和软梅固定，没有上位替代的话，这两位永远在流萤队。灵魂流萤是肯定绑定加拉赫的，对啊，残点加破刃加生存，只有加拉赫能满足需求。主要是灵魂流萤吃点太厉害了，不，速度又快，还自拉条，专属光锥提升巨大，光一伤就有20，还能给怪物减速，关键时刻用处很大。加强 V4 防了，一手星神，专武性价比变高。一魂14减防，就按照14提升算，还是比不上专武。不过一魂还有一个效果很超模，强化一不消耗战技，这点的主要作用是解放加拉赫，后续方便带虚无，就算一样的加拉赫配对，多的战技给同血主吃，收益也很大。同血主是可以带555二动一大的，还有极少数加拉赫需要解控情况，如果流萤没一魂战技点，压力会很大。目前101二魂的话有点微妙，对，但长远考虑二魂还是很保值。目前环境策划百分百安排专属怪，就是韧性条刚刚好，红血主加加拉赫启动直接能破怪韧性，然后流萤接力开大输出，四次强化普攻全部吃超击破，但后续专属环境消失，怪韧性上去后超击破就难受了。流萤的四次强普很可能只有三次触发超击破，这种情况暗命再动哪怕只触发一次，流萤超击破输出都会增加33，虽然放到队伍中会被稀释，但25提升应该还是有的。如果触发满两次再动提升则是50左右，但如果按照现在怪这么短的韧性条，队友都能破刃的情况，二魂一轮只触发一次提升就没这么大了。目前流萤二魂作用不会明显，00都能一套秒12层，但后续超击破的红利环境消失后，我认为二魂抗压能力还是有保障的，个人认为20大于11。目前来看抽个00流萤带软梅和同血组绝对没毛病，不抢鸟花输出又高，二队压力就小很多了。至于要不要冲21，我选择等等看，如果焦秋和流萤适配度高且减抗能给20加，能让21流萤跨属性执法的话，我就会冲21，否则还是00跑路吧。打打火若完事，40-60的属性抗性属实惹不起。浅谈 V4 流萤改动释放了什么信号。其一，策划认为 V3 能给的已经是最高强度了，后续再加强度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参考软梅 V4 砍一刀符合策划的思路。其二，装武和星神拉不开差距的问题玩家看到了，策划也看到了，只不过玩家当然希望的是不砍星神加强装武或者不改，而策划按照一的思路加强是不可能的，拉不开差距肯定得改，要不然怎么卖卡。所以策划做的就是砍一刀攻击转魔，倒也符合策划思路。因此根据以上的推断， V5 加强的概率很小，大概率文本改动盖棺定论，玩家也许不满意，但策划一定是满意的。加60雷抗策划也是在告诉玩家，没有什么 C 是永远保值的，想玩的爽就得抽心，后面没了可以退出了，后面就只是这个活动了。哼哼。
你把爱说给可能嗯嗯、啊、真的气受可待你一直给得过来システムチック流しないで涙雨聞いて降りてよ色を捨てて全てを失うかまたまた手に入れるか天山中海だ天速反流各案安只有这个钱我知道一颗什么我拿死了把头的太监我开真是那一朵哼你本来说不得可能吗如果你对这些游戏的最新情报感兴趣记得关注我的频道我会及时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消息和资讯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トーバスかがしたか、かいだ。かくれんぼしよう答え、見つけてごらん。システム違う。あなた、インゴワダソン、カオスワク。关注再走哦。